你笑个呢？即摆轮到个亚少先上涂骹，这条歌你得学好势。对啦，以后唔免去唱人声啊。啊，无你唱我听看卖，真简单。我三声无奈，不可能。来，阿静的，你来讲话，你给我糟蹋。来，来，注意注意。别安尼啦，是歹就歹啦。这不是恁斗阵的，是恁两个混社会。阿来问你啦。阿问你，阿问你，不是先讲的声音啦。我这是我真正有求难言咯，莫逼我，逼到有一天我想袂开的时阵，我唔知要安怎，我也唔知哦。今日甲小弟报，你也是老检讨，就是你家己有做甚物对不起我的代志，才变到安尼是，你免阁甲这尔可怜，这一切是你自作自受。我一笑就笑，讲甚物因得甚物果，所以你来到这里甲亲爹亲娘。好啦，莫生气啊！叫我莫生气。安尼即摆就做了，我才扣分才得对啊。人换出来外面，三工食一顿，我赶快来过你。你做这种轻轻轻轻，行来，我不叫两三，我不叫两三。不要两三，两三，两三，你跟你干哪路？好啦，我唔是跟哪路啦。
这个客人。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客气？快快，你哪会扫？把这些袋子扔进来。我甲穿绿色，为什么你无替我讲话？我过日场你嘛知啊。我想我听你讲的是事实啊，为什么要替你讲话？你别叫你倒转来，就参照伊顶官伊台湾的同款，因为我甲你当作是粪扫。好。你到别交代，我袂个坐你度，下出来给我。阿你先，我袂个黄金坐你度。你会听你阿表表，莫非你是凶手？我老爸小你还是？因为今天将半瓶黄金给了我，所以我才好气。不瞒我放火烧。好，我来，你是黄飘的，你有气度？当然，我有脸也无唔对。半瓶黄金给了你，你也健康，搞出来，然后再给你一条狗命。走。谢谢谢谢谢谢